妈耶，先妈说了，多言语，非常的鲁莽呀啦。一记啦，我比人家听别人没讲过讲的哈喽，啥子不突然不问一记啦的。比如那李月妈，姑妈的我啊，就跟鲁迅一样。还没来嘞，你克里玛的没帮我别好，打不落皮来了。哎，克里玛的呀，把皮露来妈妈耶。阿妈来来，再送侬侬吧，哎。行。那我来讲，谁讲我来没事？你家的。恁那都苦得我得地啦！哎，阿妈，俺们是可以的。哦妈，说说说说，俺们不是还在苦阿妈呢？俺都陪你了，到这样我等一下阿爹了。我有些人没本事干的，我靠！好嘞，你妈的，你都跟恁妈没有呢，给我打这么一百六六包款来不中啊？到家谁的姑姑？不六六不？谁？谁的姑妹？胡拉姑姨。谁家过得得是路线？哎，克里也是谁家的？不是有困难的啦？过克里是啊，刚来谁家哦？都是有困难的木啦。过皮是苦客呀，不如看啥样的意思嘞？等你两点钟就把东西。天。